人穷志短，国穷多乱，秦国休矣！古君尽忠，直隶分秦。秦国也有邦交啊！求贤为了什么？求的大财，强国富民，那才是真正的靖祖。老将老臣，报国官。要取粮，决一边防。三年之内。 训练出你是真正精锐铁军。各系郡全军覆没。20有年，秦国变法大成。秦国可否一统天下，坚守法治，待明君？生君之法，乃富国强民之法。秦必遵守。东出。 不为秦建，还需横强。郑林，你不可动。明君加冕。千秋万代，我大秦的名誉必朗照着。大秦大出，傲之华夏。 先人之愿，嬴稷无一日敢忘。本相之策，只四个字：远交近攻。那里就是我秦人祖祖辈辈立德道之疆土。放下他！我大秦要的是。 凭天下之主，我大秦要灭了六国。咸阳一人回来了，还天下万世之太平，为黎民百姓谋安生。公昭之事交给臣，大王转型之学。我大秦的乱世们！